大杯呢，就比较大，大rock glass 就係佢嗰下咧，就嗰啲水會慢慢流落去啦，即係輕輕壓佢咧，就配鹽標。我記得嗱，盡量唔好俾壓力佢，但係慢慢停落。但係咪都係要壓曬落去嘅？然後就會唔使壓曬落去。佢開始 OK 之後咧，就壓落去。 都係太長。